该。你难道没想过，白老是又如何？我本来就无意活着回去，但今夜就算死了，也要劳烦你陪我走趟黄泉。这世道居然还有像你这样的死士，好，本王这就成全白老儿，把你的命收下了。如果天天都像今天一样太平就好了。哎，我说大门一闭，万事大吉，哪儿还需要有人在这守着呀？哎，又要巴巴的等到明天了。张子通，你抓住他们。是。怎么？哎，兄弟，叶阳，内功传音。我是谁你终究会知道，可逃离这里的机会只有这一次。Thank you.
口快到了。长夜楼。随我走，少主。少主，我曾经是